在高档旅馆聚集的中西区和义路周边，台南精英酒店是一层楼高的饭店建筑，沉稳优雅，广阔的占地以如茵的绿意点缀其中。走进大厅，带有东方色彩的典雅装潢，沉淀了入住旅人的身心。取材自台南代表性建筑的设计灵感，让空间不止舒适，更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。离开公共空间，进入今晚入住的客房空间，承袭着那份古典的优雅，以白色系为主的房间色调，更带有清爽简约的氛围。房间内也能看到许多以文房自保为概念设计的摆饰，融合了现代与古典。今晚就在古都的书香气息中安稳地入眠吧。